杨秀慧拎万元 LV 领军血拼。现在敢追我的人，除非心脏很大颗，除非心脏很大颗吧。嘿嘿，找不到大颗的心脏，这54岁的杨秀慧孤家寡人嘛，最起码还懂得找乐子。带着几个阿迪亚阿梅亚来逛风不大广场，哦，双脚踏进卡地亚的瞬间，就像给他造开一样那么自然。每个向前走的步伐是如此轻盈且从容不迫啊！然后以一种鞋柜永远少一双鞋的概念，不断跳正询问和试穿的动作。我要是我就像欧个多班，连这么承受不起了。他们继续穿梭精品店刺激消费，还能顺便解锁2020败家成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让秀慧姐用新台币结束年前血拼的 crazy night 吧。娱乐动新闻，有钱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报道。